我特别喜欢他。是吗？哎，会的东西很多。我会什么呀？会说相声。哟，会唱歌，会打篮球，特别的棒啊。呀，什么都懂。你有点记乱了。不是吗？我就会说相声。啊？就会说相声。唱歌那个，祝你平安，哦，祝你平安，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。您说那是女的？孙悦。站台上能跳能唱那个。孙悦，那个孙悦。那个。打篮球。那是大高个。大高个孙悦。哎，那打篮球的。孙悦 plus 是不是你？合着我就个儿大点儿。太大了。没有这么说的。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。是吗？这位老师。满身的正能肉，我天哪！哎，什么叫正能肉啊？那叫正能量，满身的正能量。哎，新的一年到了，我想问问孙老师，有没有什么新年愿望？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想干什么？新年愿望？对，给我一次。哎，那我想减肥。太难了吧？什么叫太难了呢？要不换一个？什么叫坏啊？我不坏。他这个人，什么都好啊，什么都幸福。是啊。首先婚姻，他的婚姻特别的崎岖。您啊，谁婚姻用崎岖形容啊？那是。没有崎岖。蜿蜒。蜿蜒也不像话呀。啊。应该是坎坷。我这也不怎么样，我这。他的婚姻特别的坎坷。没。网购的。对了。不。你都，我这媳妇是买的是吧？网聊的。网恋。哎，网恋跟人家聊。啊，聊可劲儿聊，聊什么呢？聊好了，约好了，啊，要见面了，约好见面，见面了。人，哎，姑娘一瞧，哎呀，大哥你也太胖了，你太胖了，有风险着。哎，那个，姑娘，我是胖了点，但是我这个人，人很好，对，而且呢，还有钱啊。哎，姑娘说，呵，你人很好，也有钱，行吧？啊，我答应你，是，反正我也怀孕了。对了，孙悦一瞧，嚯，省事了，我的天哪，就结婚了。我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我。最近好多了。嘿，你看我这婚姻闹的。我也想跟他学习。跟我学。哎，我也去网聊搞对象，网恋。嘿，好。哎，找一个网吧。嗯，就进去交身份证啊，打开一个房间我就进去了。还单间？那当然了，哦，网聊嘛。你还别说，真有姑娘上钩。啊，是上钩。真有姑娘上线。上线。哎，上线。我跟人聊。哎呀，哎呦呦呦，聊好了，一切都聊好了。明天上午9:30在一个商场见面。哦，约会地点。对了，他穿一身红色的衣服。哦耶。哎，打一车我就去了。打车去的？滴滴专车。哦，还滴滴打车。哎，打一个英菲尼迪我就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干嘛非得打英菲尼迪啊？因为人家赞助了，你看。哎，那是的。哎，打英菲尼迪我就去了。嗯，到商场门口一看啊，这个红色的衣服，这个姑娘啊，长得，哎呦，这漂亮啊，太难看了。难看成什么样啊？什么样啊？冯小刚长头发。嚯，这太寒碜了，这个。那有法要吗？没法要。找不着姑娘啊，那是我自己的原因。找不着对象。哎，经过我仔细研究和分析啊，我发现了现在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？什么样啊？喜欢个儿高的。哎呦。喜欢帅的。是。喜欢有钱的。哎呦。喜欢有气质的。是啊。对不对？啊。你看我怎么样？您啊。啊。您成功的都躲过了。躲得彻底吗？太彻底了。您这话我都不爱听。那什么叫不爱听啊？跟您说啊，啊，人最重要的什么呀？是心灵。哎，这心灵美。心灵美是最美的。对了，只要你找一个好老板。好老板。好好工作。哦，辛勤工作。是。每天早起晚归，经常加班。啊，早晚这个老板怎么样？会更有钱。哎，嗨，老板有钱管什么？换更好的车。哎呦呦，更好的房子。那就给我们加薪的，找好工作。哎，刚才你也问了，是你什么工作？听听我的工作。你那工作怎么这么惨啊？我瞧着，什么工作？我是一个啊卧底。哦，卧底。啊，修车的。什么叫修车的呀？这卧在车底下吗？是换机油什么的？那就卧底吗？不卧底吗？不是。哎，你听过那首赞美卧底的歌吗？卧底还有歌呢？有歌，
我的老家哎，就住在这个屯儿，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，这个屯子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苏兰，哎，这行了行了，乡亲亲和睦，老少爷们更合群儿，哎呦，别唱别唱，这是卧底吗？这个人家是我的老家，是不是卧底老家吗？不是，还卧底老家还没不是哈，不是，反正我是个卧底。哦，哎，等，哎这嗨，豁出去哪个卧底明目张胆的喊呀？站马路上，真行卧底吗？不是修车是吧？不是，警察，不对，不太警，不太警。哎，我还没有证儿，保安。各位您瞧见了吗？保安，你看见了吗？狗眼看人低，什么话这叫？你怎么看那么准呢？我怎么？不是，你就是保安呐。保安怎么了？那你说这干嘛？不是，别看我是个保安，怎么了？但是我挣得少。怎么了？我很骄傲。这我就没想你这么直白，我就不是。那您一个月挣多少啊？不到两万。哦，不到两，你等会儿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干保安一个月不到两万，怎么了？你挣得太多了，不是？你准确挣多少？1600。1600。你等会儿吧。怎么了？1600就不到两万呢？到两万了吗？哦，那倒是没到。别看我只挣1600啊，但是我很开心。你怎么还开心呢？因为我没有办法。哎，嗨，认命，你是不是？哎呀，别看我挣得少啊，我住的也不好。哎呀。这都成正比的，照样开心。哎呀，行，就是开心。哎呀，行，这1600给挤得疯了，你看看。哎呀，要鼓掌都鼓掌啊，别三两个的就是。谈的人呢，真有意思。嗯，不是，您住怎么不好好听呢？你见过上下铺吗？那大学里边都上下铺。你见过上中下铺吗？那火车卧铺。你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？四层的。嗯，没有。你见过上中上中中下下铺吗？我就住中层。哦，你住三层。哎，哦，就是中间那层。哎，对了，哦，我照样很开心。那是，照样上班，每天上班。那是上班吧。那天我正上班呢。嗯，我站在房顶上往下看。往下看。不是您等会儿吧，嘿，我就没瞧过哪保安站在房顶往下看，这叫什么保安啊？怎么了？不是你是干嘛呢？那天摄像头坏了。改肉摄像头了是吗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如果说你突然间有钱了啊，你第一时间干什么？捐了。我疯了。我刚有钱我就捐了。嗯，我疯了，我理你干嘛？我告诉你，记住了啊！我干嘛呀？人突然间有钱了，第一时间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数一数。这嗨，这都什么呀？这都小窍门啊，各位小窍门，数一数。财迷，我数了3天3宿没数过来啊！这多少钱呢？我不识数啊！啊，这嗨，你不识数，你数它干嘛？反正是有钱了。哎呦，有钱我就得花钱，是吗？哎，我过有钱人的日子。哎呦，我就吃，吃，我吃方便面。这叫什么有钱呢？用热水泡。您还拿凉水泡过呢？不好吃。哎呀嗨，那泡不开呀。我吃奢侈食品。奢侈什么食品？黄焖鸡米饭。好。正好以后哎啊，我也穿衣服。您合着一直光着呢是怎么着？制服啊。哦，换衣服啊、哎哦、反正是有钱了。是啊，我投资。哎，投资。投资小卖部。投资小卖部。哎呀，慢慢变超市。变超市变成大商场。哎呦，哎呀，不能提商场。怎么了？我想起了那个红衣服的女孩。哎，这冯小刚长头发。我哎呀，行，太寒碜了。反正是越来越有钱了啊。哎呦，巨有钱。哎呦，有钱我就开心。开心。哎，再给我机会。哎，怎么着？给我个机会我就干嘛？搞房产。房地产。我盖小区。哎呀，盖一个小区，给这个小区起一个名字叫什么？叫海。哦，就大的意思。房子我不卖。不卖干嘛、哎、这个小区四周再盖4个小区啊，高价卖。
卖得出去吗？因为这是海景房。你们也太骗人了吧！你们就是要钱了。哎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这我就变成一张床。哎呀，想睡我就睡。哎呀，想再给我个机会。哎呀，哎，我就变火锅，想吃我就吃。哎呀，再给我个机会，我就变取款机。哎呀，没钱了我就取钱。你呀，你等会儿吧。哎哎，我再给你个机会，你瞧瞧病去吧。你就是就你这种人，我早瞧明白了，好高骛远，不脚踏实地，一天到晚给我个机会，给我个机会，给你一万个机会你也把握不住。告诉你，机会天天有，得自己争取，自己把握，自己坚持，把握住一个机会你就能成功。告诉你，记住了啊，以后踏踏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。你看你说的还挺有道理。那是，就这种人，我告诉你，最该说就是这种人。我就记住了，您说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。好好想想，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干嘛还要机会啊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回到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怎么了？因为昨天晚上啊，我的安眠药吃多了。对，说梦话呢。